隔咗14天。咁另外上次有一單咧就8日，就同呢單係應該冇關係嘅。咁所以有啲人計條數咧，就上次8日，今次14日，咁邊個就放人咧？咁而家我聽到消息就係唔係嘅，佢要去翻嚟英國對數，極有可能咧就係要坐多7日。所以咧，即係呢個係非常之離譜嘅啊！所以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嚇、啊，你各位手足出嚟抗爭或者乜嘢，第一我哋要準備有啲即係法律嘅顧問幫手。另外大家就真係要執生啦，係嘛？但我哋唔會因為咁樣退卻嘅，大家繼續支持呢一班年輕人，因為佢哋所做嘅事咧，全部都係正義嘅。OK， 啊，而家咧已經進入一個白色恐怖時代。咁啊，小弟嗰單官司咧，就10月9日咧，就喺呢個東區法院咧，就進行呢個審訊覆核。梁振英係第一證人，啊。咁我嘅罪名咧就襲擊梁振英，咁啊我幾多興奮，香港歷史上第一個行政長官披自己俾人襲擊，屌你啲人毛都冇選得掉 ，OK？ 第一個立法會議員喺立法會進行議會抗爭嘅時候，結果係俾人告襲擊行政長官，又係第一，屌你真係！你係慢得咁多噶啦，其他人係嘛？係嘛？你其他嗰啲成喺度掟嘢嗰啲，屌你去邊度慢得咁多啫？係咪？係嘛？喂，跟住可以預見上到法庭，咁我見到梁生，我梗係問佢：你行政長官係咪啊？係。你係第一個行政長官聽市俾人打係咪啊？係。你只可以答係定唔係咁？你話你打？OK， 嗱，我哋繼續支持鄭哥哥好冇？好。無懼性自檢控。無懼性自檢控。无惧性自检控，无惧性自检控，打倒港共政权，打倒港共政权，声援郑锦满，声援郑锦满，支持郑锦满，支持郑锦满，打倒689，打倒689，689六八九六四六，好啦，咁我哋咧就而家可以杀佢啦，好唔好？啊，咁啊有消息咧就我哋喺网上话俾大家听嘅，咁正路咧就系应该佢而家系嚟自个对数。問對元素，如果即係佢可以講得掂數放就放，唔係就可能要坐多7日都未定嘅。OK， 咁我諗即係對四哥哥嚟講，佢都冇乜所謂㗎啦，因為我都去探過佢嘅嚇。OK， 咁啊，因為如果佢再坐7日咧，咁我可能未夠時間去探佢都未定。咁但係如果佢出嚟嘅時候咧，就我哋大家最再去即係聲援支持佢，好唔好？好，係咁啦。